喝走了，今儿奉香了。我呀，说点你们不爱听的吧。这有什么可来的呀？啊，别着急啊，郭德纲有什么可听的，我就问你们啊，天津人知道吗？不是北京的。学的全是传统相声，这有什么听的呀？我孙越根正苗红啊，北京的呀。我们学的相声都是歌颂型啊。哎，全是正能量，我们批判社会的丑陋现象，但是就是没饭。我跟着郭德纲就是为了吃口饭，说实话暂避一时。我也跟郭德纲说过啊，我说您这个传统相声啊不能老说，糟粕太多。我也写过新的本子啊，我给郭德纲，我说我这个我字系列就歌颂这个农村大好形势的我字系列，我说这个我爱我们村长，我爱我们支书，对不对？我爱我们县长，最后都给我撕了，没法说。再说了，你们也是不会听相声，那传统相声有什么可听的？全是糟粕、伦理哏、打哏，这有什么可听的？早该摒弃，知道吗？伦理哏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我就知道你们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今儿我现身说法，以正视听。我告诉你们，伦理哏就是打头到尾，就是这个大小辈儿啊，爸爸儿子来回占便宜。这个有这么一段相声叫《杨上树》，说的就是这伦理哏，糟粕之极。你们好多人可能没听过这活是吧？有多少人没听过？哦，没听过是吧？行嘞，今儿我豁出去了。开箱我没打算再来，我今儿啊我把这活给你们演一遍，我让你们看看糟粕在哪儿，我连批带讲我告诉你们。后台后台过来人，郭德纲大徒弟啊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姑娘受累了，比他师傅还糟粕呢。啊，上台呢，先做个自我介绍啊，我叫严云达，德云202啊，姑娘你先去我。哎，下三滥吧。我们有一个口号，就是不约而同。有一点正能量吗？谢谢。你好。还美什么美啊？啊？不是，你跟着就说传统相声。传统相声好啊，我师傅教的。啊，这你师傅教规则？我们都经历过这学艺的潜规则呀。哎。老话说得好嘛，要想学得会，先跟师傅睡呀。后台这些个人呢？我说我怎么不会了？没轮到我呢。哎，甭废话。传统相声很好。不是，咱说实话。怎么了？你跟他混有意思吗？郭德纲，哎，开那么些园子，你去，你平时演出吗？问你。北京。北京有园子演吗？好几个园子来回演呢。哦，北京演。南京。你也演了？对，南京德云社分社吗？哦，那哈尔滨。你也去了？那当然了，都走遍了。哎，啊，澳大利亚去过吗？哎，那儿分社去过吗？我先问问你去过吗？我这当然没去过。你完了吧？我们都去过。妈，没带我呢。都去过。哦，首先来讲，我们的英文都达标啊。英文你会吗？我 six one six 什么意思？告诉他，
谢谢。溜一溜。这都是传统相声英文、DOG dog 狗对吧，猪 PUG pig PUG 你三 PIG 对啊，这套知道吗、不甭废话，正经的澳大利亚你去过吗？不是山什么样、你给我说水什么呀，你给我说说我听听。你看那山山明水秀，而且哎，周围那风景非常的优美。哦，我就简单给你举个例子。澳大利亚的车祸你见过吗？老惨了。没。你是那怼的，一个车打聂门来，一个车打聂门去，俩车砰撞上了，一个车撞报废了。哎、警察来了、我是目击者，我跟警察交代案发过程。你不是受害者吧？现在我是魂儿过来了是吗？你还画着魂呢？那当然，警察过来跟他交代案发过程。哦，阿 Sir， 阿 Sir 是王海的，不是我，阿 Sir 警察呀。哦、阿 Sir， one car come， one car go， two car 碰碰， one car over。不是，这澳大利亚有人话吗？这个。所以他没去。这都什么玩意儿？这说这都是。你不说景物。食品知道吗？气候、嗯、就是那动物见过吗？他我动物园出来的。哎，不对，我动物园这跑出来的，辞职出来的。我不是跑出来的。说别闹，知道吗？动物那澳大利亚有那袋鼠，对，有袋类动物，牛、羊，这中国也有羊，知道吗？废话，羊不是，就是羊年，羊叫 sheep。Sheep 知道吗？羊分多少种？澳大利亚那个羊太神奇了。啊，是什么羊？羊能上树，各位。树就是 tree， 羊在树上吃树叶，就是 sheep on the tree， 咪西tree叶。那还有日本血统呢？你见过吗？对，哎，您肯定是胡说八道了啊。那羊能在树上待着？羊在树上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想去澳大利亚，首先来讲有一个规矩。什么规矩？什么规矩？首先，羊上树，羊为什么在树上？回答上来，去澳大利亚，否则就在 China 待着。你知道吗？羊在树上，为什么？哦，知道吗？羊为什么在树上？就去澳大利亚这个啊？你不知道，不让去澳大利亚。他肯定让我问他，我告诉你，你看糟粕就开始了，你们听着啊。那个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我教你啊。哎，丑陋吧？孙老师给大伙儿一会儿发红包了，就算。哎，啊，你这个东西怎么解释？想学吗？我想学。远景重现，语言讲不明白，必须实际的演一遍。实际的演，怎么演？哎，就在澳大利亚个农场啊，小伙子从农场走，一眼瞧见这羊在树上，很好奇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回家找他的父亲。哎，他的父亲在里屋休息呢，把他叫出来之后，一五一十跟这个年轻人一说，他儿子当时就明白了。你明白了吗？对了，我明白，我成他儿子了。你看这糟粕的玩意儿，这有什么用？哎，就得这么问。哎，远景重现一下，我叫你。远景重现，我来扮演那个父亲，你来扮演这个儿子。来了吧，来了吧，啊，瞧着啊。哦，你扮演父亲好不好？我问你哈。哎，对。怎么问？有什么要求？你得问，你得说英语。英语。姓儿的，你不会啊？谁姓儿啊？那你姓什么呀？我姓孙，我还不如姓儿呢。觉悟不错，你知道吗？他妈辈儿下去了。我教你英语，你跟我一句句学。英语哈。哎，我教你啊，我就是英语，你发音要标准，舌侧音，就是说什么？舌侧音呢？啊，阿弟爹呀！不赖他。你吃了呀？哦，就是你都吃饱了是吧？你们，这是澳大利亚吗？这个？澳大利亚纯澳大利亚土语，阿里迪亚一出来我就出来，我就告诉你了。哦，就这问题出来了，那错不了啊。哦、来，行不行？再来一回啊！哎，我在里屋等着，我都等不了了。瞧了吗？这就是伦理根，糟粕。你看我一叫他准出来，准答应，你信吗？听着、啊，爹呀！
糟粕。剧场还真拢音啊，爹呀，王，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。我是谁呀？你是男爹呀。啊，吃来嘞。怎么样，瞧怎么着的，占便宜吧。好开心，妈的绝活啊。小二小二，你叫我呀。啊，我叫你。你叫我你痛快不？我能痛快吗？我这么些人答应我能痛快了？我别闹啊，孙老师，啊，咱们有事说事，我这不是在你的占你便宜。哎呦，那您这是干嘛呢？我最讨厌拿伦理来开玩笑了。道貌岸然吧。真是，我这眼看三两句话你就学会了，你叫你不乐意，你心不成呢，重来。妈，今儿情人节改父亲节了吗？爹呀！哎，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。我是谁呀？你是我爹呀。啊，出来嘞！哎，这没拉你儿子吗？这这这，少咸肉！走走走。瞧见了吗？瞧见了，瞧见了吗？说相声有好人吗？尤其是德云社，下三滥的坯子。哎，原谅我吧。爹呀，啊！哎，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。我是谁呀？你是男爹呀。我是谁呀？你是男爹，你爱听这句啊。啊，出来嘞。你就这岁数还得出来占便宜，你瞧瞧，这都是我儿子呀。你快去快去，你就你这身体，你答应得了吗？你啊，你有力气答应吗？你真是的，你叫呀！我，哎呀，还我叫呀！你都不敢叫的，爹呀！哎，妈跑我这儿治病来了，妈这后台好几百人呢，我爹啊！王。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。我是谁呀？我知道你是谁呀，出来。我是谁呀？你是男爹呀。啊，出来嘞。我还上了一红卫兵呢，我还以为。你叫，我等不及了，快叫，不，不是啊，不是这个，我叫，哎，回去。开玩笑的，老哥，我今儿算是痛快了。爹呀，爹呀，是不是开心啊？糟粕吧！我是谁呀？你是男爹呀。小二小二，你叫我什么事情啊？我问那个羊怎么上的市啊。啊，你听着吧，闲了没事我下来南乡。什么玩意儿这叫，你们听着，就这还出来骗钱的，你瞧着吧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有你事儿，这里头你美什么呢？啊，是有我事，我喊半天了。你得哐的令哐的令哐，锣鼓家伙事儿啊，锣鼓家伙事。当然了，哐当令哐，你这什么？哐当令哐，一当令哐。哦，我就这个。来来来来，
谁喊再来一遍？你来。听好了，你们跑这是听相声来，不是为了调戏我们，好吗？那就这句是正能量。别闹，我容易吗？我身体操心心在汗的吗？卸了么事儿，我下了南乡，拖着领拖一个领拖，树木浪林长成了好行，拖着领拖一个领拖，桃红柳绿多么好看，拖着领拖一个领拖，在树上落着一只羊，拖着领拖一个领拖，若问这个山羊怎么把时尚，拖着领拖一个领拖，错了，没有，不拖个领拖一个领，这应该是哒哒滴哒哒。那我哪儿知道去啊，打打滴打打会了吗？打打滴打啊来啊、嗯、啊，若问山羊怎么把时尚，打打滴打打小小、嗯、你叫我什么事情啊？我这个羊怎么上的市啊？哪个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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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你他娘的傻小子懂不呢？那是我包上去的。这这这这你的吧，你走走走走走。各位瞧见了吗？传统相声就是这个样子，伦理跟有意思吗？谁问你们了？这还不算什么，这就是精神上摧残，还有肉体上摧残的相声。有叫那个打哏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拿扇子打这个捧哏演员的脑袋。我们这个扇子都是做过这个技术东西的，烤一下散，打完了不疼，就有技术感。这没做的，就是打开，哎，打根，还有这种节目，也是摧残这个相声演员这个身心健康。有一段节目叫这个口吐莲花，对对，口吐莲花。我不是，你们各位听过吗？这都没听过，你们买票干嘛来了？没听过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今儿我豁出去了，我批判他们到底。我告诉你，哎哎，后台出来喘气儿。郭德纲徒弟啊，孔云龙最结实那个，给大家拜个早年，祝愿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这都是后台教的，感谢，非常的高兴啊！今天能跟孙越孙老师站在一块儿，非常的高兴，确实。哎，行行行，去过澳洲吗？没去过。哎，完了完了。澳洲都没去过，你去过？新，我当然去过了。哦，新鲜事多了去了。什么事儿？你是没去呀？啊，你说，你说我去什么去？我没事就瞎逛，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新鲜的一件事情。是什么事儿？那个树上有一只羊。哦，说你知道吧？你啊，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爸爸告诉我了啊。这人家甭来这套，这是开个玩笑。我还开玩笑，这是跟你开玩笑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这个。你听说过口吐莲花吗？听说过吗？啊，咱演过呀，澳洲啊，对不对？在澳洲演，观众朋友都特别热情，特别爱听。来劲了吧，来劲了。澳洲，我跟你说，明年还得去，明年还要去澳洲。明年澳洲的观众朋友还喜欢听那段单点，就是这段。谁要是会演，谁就能上那儿去演去，你知道吧？明年，明年，谁要是会演，谁就去。哎哎，你知道？哎哎，你啊，我会啊。你会？我这我行。你行吗？行，澳洲我去一趟。你真行假行啊？我真行。你别说谎，要不这样，咱们来一回，猴子莲花成不成？行啊，猴子莲花，嗯，来一回，认真负责任。那是来，听过猴子莲花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嗯，得有锣呀，锣得有。哦，是吧？宝贝，我一说没锣，再打我这脑袋，你信吗？嘿，而且没有锣呀。找啊，找东西代替也可以、啊。找什么东西代替啊？拿你的脑袋呀！你怎么样？哎，拿你的脑袋代替、啊。打这个，还得有锣锤啊。哦，锣锤打锣用的，还有锣。那是的。哎，锣锤拿哪个？哪位带斧子了？哎，去玩去。我明天还去澳洲呢。拿出来。拿这扇子代替吧。啊不，拿这个还松快点，是吧？啊，这行，这对，可以。我是不是拿错了？就来这个吧，就拿这东西代替，成不成？罗锤哈，这是罗锤啊，这就是锣啊。咱们得请神，我就学罗音是吧？得。哎，对对对啊，罗音怎么？拿，通通通。哎，拿嘴学。你看没忘，没忘，没忘，哎，没忘。
就是你迟到，迟到罗明。嗯，跟我说，跟我学的一样。行啊，嗯，来啊，哎，开始啊，瞧瞧吧，万恶。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哐哐，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？两下不行啊，啊，不行！你这锣不行，没吃饭呢。我吃了。人家观众朋友都没鼓掌啊，这个环节你忘了吗？哦、观众朋友得鼓掌啊！打，哎，你们不能诚心不鼓啊！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哐哐！你看，听不见呢。哦，听不见，那爸爸怎么听得见？都什么人呀、啊？你们都是丹天气得足啊！我丹天气可以了，我都天然气了，我都来来来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哐哐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嗯，好，嗯，我就是激溜激溜的，我这。您诸位也是疼儿女的人呢。啊。没了！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哐哐！跟随师傅上茅山，哐哐！茅山有个毛老道，哐哐！师傅对我把一传，哐哐！教会了徒弟整八个，哐哐！道有七位成了仙，哐哐！因为我太笨没得到，哐哐！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，哐哐！下的山来无事干，哐哐！变个戏法大家观，哐哐！先变个狮子滚绣球，哐哐！再变个珍珠倒卷帘，哐哐！珍珠倒卷帘，哐哐！卷帘，哐哐！帘，行了，倒卷帘呐！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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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哐！哎呀，莲花在哪里？试试锣，走！试试锣打一万多下的，万的不试锣也不成啊！我好，这真玩了命打你。没有水呀、啊，刚才说了口吐莲花嘛，对不对？得喝水。对呀、啊，得喝水，这个莲花它才能出来呀、啊。早说呀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给你拿着。哎，你有水呀、啊？没有水你怎么变？你上澳洲还得演出呢，你对不对？大水莲花喷出来之后，围着剧场转一圈，让诸位都得瞧真着了。你没有水你怎么变？对不对？把水得拿来之后，我得当诸位的面喝下去，对吧？让你看清楚了，这也有水啊。嗯，好，有水是吧？行，好多水碎。嗯，好多水碎。怎么少了一口啊？啊？你看出来了？不乐意了？哇，我说我干不乐意，我得吐回去。啊，你拉倒吧。你太恶心了！满瓶，现在有水，现在就行了。啊、行了，哎，这回 我卖不力气。我好，我知道你卖不力气、嗯，但咱俩说良心话啊，我可没你结实。你瞧瞧，不是你对你自己得有信心呢。我没有信心了，我现在、嗯、我锻炼呢。我不是锻炼的事儿，现在行不行？我开下力，你开蒙折。哎，不行，凭什么呀？你在这儿，哎，这么着啊？嗯，咱就是，嗯，你说请神接仙不是念咒语吗？对呀、啊，用这锣嘛。啊。咱这锣我自己来行吗？自己来，我自己打。你得卖力气啊！废话，我能够卖力气。请神接仙，神仙哥都喜欢实在人。你要不卖力气，你要偷懒，神仙哥请不来。我能偷懒吗？莲花是出不来啊！废话，行行，我能偷懒吗？你让诸位得见证。你听着，听你瞧着，嗯，看用不用劲啊！哐哐，来，听不见啊！上凡，哐哐。对没动静儿，你看，动物园大象都听见了，还没动静儿。哐哐！我今儿真不知道你是带家属来的，我告诉你吧。行，今儿可能是我封箱。这话倒对，哎，今儿你就封箱、啊、来。啊，行，你来这个，我来这个，我来这个。哎，没有，干嘛还双打是怎么着这？卖力气，我自己来、啊、嗯，一二三四五，通通，金木水火土，通通，要得戏法变，通通，还得抓把土，通通，一请天地动，通通，二请鬼神经，通通，三请毛老道，通通，四请孙伯龄，通通，五请桃花女，通通，六请老济公，通通，七请猪八戒，通通，八请是唐僧，通通，
九请玛利亚。哎，通通。十请苍井空。对，通通啊。打我干嘛？早该打你了。打我干嘛？早该打你了。啊、玛利亚我都没拦你，我告诉你。你拦我干嘛？废话，啊、我还以为是那个超级玛丽的玛利亚呢。我听苍井空出来了，和着同事啊。啊，你知道不老少的呀你。废话，跟你师傅在一起能不知道吗？你看看，跟你师傅一块看过。你甭废话啊。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孔老三，孔老三，我告诉你啊。干嘛？你要干嘛？玛利亚苍井空那是神仙吗？啊，那是多少男人当中心目当中的女神呢？对不对？你看看，不是衣食父母这都认可了，哪家没有几个 T 呀、啊？嗯，那不是女神呐，这是不是得请？哦，这请哈、啊。那当然了，女神呐，人各位都就得请啊。哦，女神是吧？那可不是。哎，接着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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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接着请啊！干嘛别接着请？你打断了怎么来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打断了怎么来？那苍井空，对，那诸位都打头来吧。诸位都听着。把啥还没说呢？嗯，我跟你说，我告诉你 啊，在这我请神的过程当中，不准打断我，你要记住这一点。哦，还不能打断你？不能够打断我的思路，知道吧？我已经跟神仙都已经连接好了，你打断我全完了。哦、那我不说话行吗？我一句话都不说。哎，一句话不说也不成。怎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什么时候你看我把水喝下去？骑马蹲裆式，叫丹田一律会元气，舌尖一顶上牙膛。这时候刚要喷，还没喷的时候，啊，有你一句话，什么话？你要前腿弓，后腿绷，抱拳拱手，叫我的法名。什么法名？法名？您法名是什么呀？姓把，把，得单字一个把。您叫爸爸。叫拔，拔河的拔，知道？拔，拔，哎，哎，这就是我的法名，叫出来，知道吧？哦，大方方让出来。各位听见了吗？伦理哏吧，嗯，出现了吧？嗯、哦，我这么就一叫，您就，哎，直接就喷，这莲花就出来了。嗯，行行行，好啊，行行，您请啊，请谁 啊？一请天地动，通通十井苍井空，通通。麻利的吧啊，早请早到，通通；晚请晚到，通通；如若不到，通通；铜锣相交，通通；净水泼街，通通；黄土垫刀，通通；萝卜茄子，通通；土豆山药，通通；一个钱一堆，这通通；嫌贵你别要，这爱要不要你们？通通；厕所收费，这通通；尿尿五毛，这通通；嫌贵你别尿，通通；憋得你转泡，通通。今天人来了不少，这通通全都满了，这通通，你看头一排，您再折什么？这都通通，这都是咒语，这通捣乱啊！哎，这吃的是不是爆米花？这通通，是不是爆米花？通通，我不要，这你先吃一口，通通，你吃完我再吃，通通，甜吗？这您管着管不着你，甜也不早，这通通，人也不少，通通，众仙来到，通通，众仙来到，通通，众仙来到，通通，仙来到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给我留一口。哎，真渴了。哦，爸爸，你倒是喷呐！哦，爸爸，你倒是喷呐！把水进耳朵了是怎么？爸爸，你倒是喷呐！无所谓，斗士，我今儿跟他们喝上了，瞧见了吗？又是打人，又是伦理，最后还拿水喷人。糟粕，吓死了！这还不算，各位，还有那个糟践传统艺术，里边又有伦理，又有打哏，还不说人话的这个节目呢。有这么块节目，不是你们知道不知道啊？叫五坠子。
知道吗？你们知道该多好啊。这是有计划的吧？我们这后台还真有一个唱五吹的，我给你请出来啊，您看看这活能不能听啊。哎，来来，那个五坠的那艺术家，我出来。哟，您节哀。那撤。再来啊！会吗？会啊！不是五顺拉弦吗？对，这做科学的就这。来来来来来！哎呦，斩斩青天不可欺！哎哎哎，有人话吗？你听听。张飞何端当阳桥，虽然不是好买卖，今天封箱人不少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不全是废话吗？我今天唱一回坠子手，不嫌学徒甭瓜刁字横眉凶耳。回，这是叫我呢。回，回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答应准答我，你信吗？回。哎，我就不答应。回。我这不贱的吗？我知道你喊我什么？我叫你。哦，就叫我回啊。对，你也得叫我回。我叫你怀。哎，哦，咱俩都怀哈。对，指不定你怀的是谁的呢。那是怀怀，把弦子拉起来，开始唱一回坠子书啊。怀呀嗨，把得了一呀嘛嗨呀。你怎么抬手就打人呢？五坠子嘛。哦，这就开打了？你还想等多呢？哦，这就开始了？拉弦吧你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！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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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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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！呀呀呀！我的天哪！你踩炸弹上了你？你也踩上了怎么？啊！你嚷什么你？我这不唱了吗？你这唱什么呢？要罢了钱。要罢了钱干嘛？这过去五坠大街上演出等打零钱呢。哦，这新场要罢了钱。哦，要罢了钱，然后呢？书归了正啊。哦，这就开始唱了。你以为呢？我还以为拉弦了。哦，好的，你快点啊！哎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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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！要罢了钱，书又归了正，他管拉呀，我管唱啊，恁了管听啊。这不废话吗？这不，您都是什么词儿啊？嗯，我管拉，你管唱，他管听。废话，我不拉你不唱，大家听什么呀？对，我不拉你吃什么呀？哎，哎，跟他爸学不了好啊，哥儿。嗯，哎，不是，您这都是废话。你说废话？对呀，废话对了。怎么呢？五坠子唱的句句都是废话。哦，全是废话。对了，那您受不了，给我们唱回废话的吗？拉弦儿吧。哎，得了，得了，得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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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你问我今天我唱哪一段儿啊？还没谱呢。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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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。爱听文来爱听武，爱听见了你是爱听中，爱听文的那不会，爱听武的我怎么学成，半文半武我唱不了，苦辣酸甜我全都不中啊。别唱了，这什么弦儿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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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是方才唱的本是响马转呢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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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。还有半段我没有唱清啊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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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。是方才标的本是何人登登，标标八爷笑落成啊，标标八爷笑落成啊，标标八爷笑落成啊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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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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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。都砸了就完了，我告诉你。你着什么急呀？你这干嘛呢？玩命的。五坠子，快拉弦，拉弦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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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这个罗八爷呀，这这脏脏脏啊，跟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迈步就出了正厅啊。你给我歇会儿吧你啊。嗯，罗成罗一哥俩呀。那怎么着啊？那爷儿俩呀。爷儿俩，爷儿俩拉弦儿。哎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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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。这个罗成好拜把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，拉皮儿了行。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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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个罗八爷呀，脏脏脏啊。列位着重听我这一句，我还有这一句呢。罗八爷爷俩迈开八条腿。脏，你等会儿吧。爷俩，这都是人话吗？怎么爷儿俩两个人四条腿？对，四条啊。怎么八条腿？四条腿。你怎么说八条啊？这谁说的八条？这不你说的吗？你说的八条。你们倒是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你说的。我没说过。是的，就你说八条腿。我怎么说的？你说的，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。怎么了？怎么？你说的。这怎么了？你。几条腿呀、啊？恁说几条是几条呗？几条腿啊？八条腿。撤、啊！哎，行行，打会儿得了，打会儿得了啊、嗯！过分了！这都什么配置？这都是。来，继续拉弦。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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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这个罗八爷呀，这个脏脏脏啊，连人这个带马八成伤啊，那马上就去吧，那个拉弦儿啊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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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若问这马，哎，那脏脏脏脏脏啊，哎呀，那脏脏脏脏脏啊，哎，脏脏脏脏啊，你躲开我这，起什么腻呀，跟我这。这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，哎，他上去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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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，这个罗八爷呀，噔噔噔噔噔啊，忙向这个怀里这么一伸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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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忙把法宝举在了空啊，喊法宝，回家，走走。我还是爱我们村长。